下末班车，怒玩一波才甘愿。粉冬粉冬粉，你们讨厌，全部都是冬粉呢、啊。就是把一个东西专心的把它卖到最好最好，越摇越香，越摇越香。观众朋友们，我还是要打自己下。这个地方奇怪，看起来就是空肉饭呢、啊。可是你有发现这个瘦肉咬它吃肉，它其实不会很干，而且你一咬它就烂了。太嫩了吧？柠檬原汁哎，从上面淋下去。哎。变颜色啊！天哪，这个龙虾怎么弄？这龙虾，我说他们的海鲜配他们汤也真的好全菜。它就是软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在前面，我带你去。麻烦一下，还有一个。这个是美食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好吃哎、很爱吃。放暑假够不够？不够不够，没关系，赶紧跟着我们往高雄出发。这趟不常吃旅程，创新惊奇绝对不够形容，只有跟着玩才知道。很多人问我吴凤，你主持美食节目为什么身材这么好？其实很简单，两天主持，五天绝食。五天运动啊！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好得很 ，OK 了吧？好，谢谢哦。好。没有，先生，我再检查一下。我知道了，机器有问题，卡住了，你要修一下吗？机器是正常的哦，他的无缝。回来，哎，呦，这么巧，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是很认真的运动，但是呢，我发现来这里没有力气，就是僵就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那你今天有没有吃东西？没有。你没有吃东西，当然不能运动啊。这样不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一定要先吃东西。那你知道这些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讲了美食，问我就对了。有吃货称号的雨柔根本就是半个高雄人，对这里超熟的。首先早餐鸡推吃花，来高雄，来到高雄当然要先吃高雄在地的美食。没错，你知道吃什么吗？在地的话，高雄的话，很多美食真的很难选，不知道哎。那我提示你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吃的跟哈这个有关啊，我好喜欢，尤其是看埃瓦克的时候。那边人就雨哈，为什么要吃小菊花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待会我们吃的东西跟小菊花有关系。猜得到吗？你不不吃这个吗？不是吃那个，是吃跟它有关系、长得很像的东西。我们太早。可是你说要吃这个。来了是吗？一开始我跟你说，一开始我跟你讲，在那边呢，他骗我，他给我很多菊花，哎，我吃菊花，吃菊花，好酷哎！老板，我也没有骗他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叫做菊花肉？有，那是不是跟菊花有关？没有关系呢，为什么没有关系？可是菊花肉跟菊花不一样啊，它也有菊花两个字啊。哎，好了，我跟你玩一个游戏，你看一下那个菜单，你觉得哪里不一样？冬粉，好的，全部都是冬粉呢、啊。是啊，那专卖的。其实意思应该是说，就是把一个东西专心的把它卖到最好最好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边更厉害、更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你看一下那是什么东西。它跟一般的那种面店不太一样的是，一般面店我们就是用那种瓦斯炉去煮面啊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生火是用这种火炭。
火呢？就是他们没有火，他们就要一直煮。哇塞！没有瓦。观众朋友，电影你们看一下，好弟，听得到我吗？好弟，你在里面。好弟在照片。好弟，拍谁了？你们这里好奇妙哎。这叫做特色，懂不懂？又是菊花，又只卖冬粉，还有锅炉底下的炭火，都是传承三代累积下来的好味道。这快木手工打造的推车可是镇店之宝，虽然火力大小控制不易，但却有瓦斯无法取代的独特香气，甚至还可以降低猪腥味，让口感更清香。到底有多美味？赶紧来品尝看看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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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好，你们看冬粉哦，哇哦，邱定伟，你的是干的，对对对，这个干的是汤的，汤的，但是都是冬粉哦，都是冬粉，嗯嗯，它的冬粉好 Q 哦，它的口感呢，算是那种滑滑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不是干干的，然后而且你在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。一条一条会分得出来，打在你的嘴巴里面可以慢慢的融化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我们在吃这种古早味的东西啊，我觉得很讲究的是汤头，它完全就是用猪骨去熬出来的大骨汤，可是它这个汤完全不会有那么重的调味料的味道，它就是大骨汤的香味。好 OK， 他说的没，他说的是对吗？你们完全没有加任何一个调味料，我以为你在夸张哎。没有啊。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夸张？你才夸张啊！我哪里夸张过？我夸张吗？没有，都很夸张。没有哎，好喝，好喝。兰K啊，咱家吴凤是故意的啦，绝不是浮夸哦。不过这汤头一点也不浮夸，清澈不浊，尝一口味道甘甜，清爽不油腻。用大骨熬煮数小时，果然不一样。汤的冬粉简单撒上芹菜末和酸菜丁，干的则会加酱油调味。冬粉 Q 弹有嚼劲，嚼老吴吃下去还会倒弹回来呢。说了这么多，这家的主角即将登场啦！来哦。我们今天的主角啦，菊花肉。哦，哦，这个比较有劲哎，好嫩哦。如果你们有在家里自己煮过汤的经验，就是那个大骨熬了很久很久，排骨熬很久之后，你吃那个肉啊，你会觉得那个肉好软，然后好入味，好透哦，就是菊花肉，就是这个吗？嗯，这个是让我想到有一点香啊。我们在土耳其吃的有一点像是那个头里面的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一些虾吧、羊啊，真的羊，我们常常吃头啊，然后呢这里啊，那种很嫩很嫩很嫩，比较嫩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肥美。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来这边除了吃冬粉之外啊，就是还可以吃他们这里的小菜，还有这个也很厉害，是什么？猪心跟猪大肠。猪大肠。嗯，这个是。好哈，嗯，就是脆脆的，超级好吃。它就是卖一点点东西，但把每一道菜的味道都用到最好，所以它的顾客回顾率就很高。菊花肉其实就是嘴边肉，色泽较红，与羊肉相近，横切面条纹状是菊花瓣的纹路，因而得名。店内所有的食材都来自传统市场的温体猪，因为肉质够新鲜，烫煮切片口感又脆又 Q， 拌一点酸菜味道更正，只能用简单又美味来形容。想尝尝这冬粉魅力的朋友要快点笔记起来哦。哎，没有想到，就是一碗冬粉会让我吃饱到这个样子。你看这个肚子，你饱了？饱了啊！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好饿啊！我饿死了。刚刚只是开胃，我觉得现在正要是我进食的好时机。你要吃什么都 OK， 好，说。好，我觉得刚刚吃完冬粉，然后现在我想要吃早午餐。因为我觉得到了高雄啊，你除了要吃在地的美食之外，你还要吃一点创新的东西。创新？高雄这里有吗？我们要走在时尚的尖端。好啊，好啊，在那里走吧。前面有。哎呦！那是什么？
一定说我是人事吗？当然啊，你还怀疑吗？哪样呢？那鱼肉我们要吃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你就是问到重点了。我们来这边啊，就是要吃便当。便当哎，台湾台铁那些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带你吃的便当当然是不一样，所以才跟你说吃便当啊。不然你那么爱生气，我怎么敢被你骂？哪里有就是惊讶的感觉？大家知道，等一下我们看到的便当就是一个便当。我发誓，待会来的便当绝对是你没有看过的便当。没错，欧巴可以不要着急吗？怎么可能只是带你来吃一般的便当？这间新串起的韩式料理店，除了环境和料理完全原汁原味，还加了一些创意巧思在里头。鱼肉要吃的是店内人气的便当，据说在吃之前要先流汗才吃得到，真是奇妙呢。摇一摇，使用前要先摇一摇哦。可以啊，我土耳其人啊，如果要你看土耳其人呢、啊，独屁股，你看，一二三，你在笑我？要去的土耳其都不懂我们的文化，这样摇，示范给你看好不好？都比较小，我们要这样摇，这样。观众朋友们，我还是要打自己一下。这个地方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要摇才可以吃的便当啊。很香，对不对？很香。可是现在看起来，你看，便当不是这样子吗？就是便当啊。你有没有吃过石锅拌饭？石锅就是那个搅一搅那个，这是什么料理？韩国料理。韩国，这是也是韩国料理啊。其实道理是一样的，它就是要把它混在一起才能吃啊。好，来上下，这是一个韩国话，对不对？你看，Fantastic baby， Fantastic baby， 很像太阳哎，Fantastic baby。食用前请先摇一摇，可是有典故的。会这样做是因为以前韩国小学生书包里放着铁便当，上学时跑跑跳跳，河里的饭都混了，结果发现这样也别有一番风味，于是摇摇便当就这样流行开来了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哇哇塞，变了哦，跟刚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看起来是气色有一点，一开始会觉得这样子好吃吗？但是做法就是这样嘛，很好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很好。而且你看哦，你的每一口里面啊，都有菜、有肉、有饭，而且重点是，刚刚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蛋黄是有一点半生熟的？所以你在搅和的时候，那个蛋黄就留在每一颗饭粒上面，然后你吃进去就有蛋的甜甜的香味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 sauce， 再咬一咬。如果真的没有咬一咬的话， sauce 会在这边，蛋会在这边。就拌布鱼，它那个辣酱的味道，真的就很像我们去韩国吃拌饭的那个辣椒味。看大口大口吃，这才叫大口大口吃，好不好？很好吃耶。经过手摇后，打开盒盖，香气四溢。摇的时候尽量四个面摇上一次，才能达到混合的效果。店家用的是台湾食材，韩式原物料，辣酱是从韩国空运的，用洋葱、水果泥去调制成符合台湾人喜欢的口味，吃进嘴里带着辣味与吃黏感，牛肉也颇软嫩咸香。紧接着这道可是现在韩国最流行的料理，还有猪肋排，这是什么？啊、这个也是创意料理，创意料理啊，其实对啊，其实你有吃过这种吃法吗？哇塞，好香哦。这个是你的做法还是原来是要这样子做？最新最流行的韩式猪肋排到底要怎么吃，让吴峰傻眼啊。独家新玩法，尖叫声爆表，尖叫声，而且不只有小小兵哦，前面全部都是，帮我拍照。
我在看这个超头柜哦。紫金任意赛头柜，还是金环，它是用鱼浆还有肉做的。这里面的鱼浆很明显，咬下去软。你在咬的每一口下面，还是可以咬到肉的感觉。哎呀！哇塞，好香哦！这个是你的做法，还是原来是要这样子做？就是要这样吃啊！哇，弹性弹性，这个有一点香。以前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吃一种糖果了，老板呢可以帮你弄一弄，然后就变成一种 candy。我在你的旁边真的要融化的样子哦！哦天哪！还有猪肉排啊！本来就有用他们酱汁先腌过，然后才去烤，烤了以后呢，再放到那个铁盘上面用融化的起司淋它。所以除了吃到那个酱汁的香味之外，还会吃到很浓的奶香味，因为那个 cheese。很厉害，我以为烤的肉会稍微硬嘛，但是咬下去慢慢的咬，你看，你等于用嘴唇去含一下那个肉，它就从骨头上分开到你的嘴里。比如一开始你说我们要吃便当，我会觉得还好，哎呦，过来咬一咬便当。你说猪肉排听起来是大家知道吗？一看到还有做法，口感，我跟你讲，我要。是不是很新奇？我们要庆祝，我们要庆祝，让国外有个庆祝的方式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将刷上客制酱汁的猪肋排先进烤箱烤，再放置摆满起司跟玉米，还有酸黄瓜的烤盘上，加热起司后就可以开始缠猪排了。从没想过这两种搭在一起会如此对味，起司不但不会抢走猪肋排的味，反而更能衬托它的肉香，剩下来的起司还可以做成炒饭哦。饱餐之后，雨柔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全世界的大明星一起玩耍哦。我们吃了一大堆美食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做一些适当的有氧运动，让就是消耗一些热量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散步。散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运动哦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消耗完我们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还要做什么？散步就够了。我们要尖叫声！小小兵啊，好可爱哦！他真的好可爱哦！这，你帮我拍照。快点！拜托！来。我再来哦，一二三，你拍得好漂亮，放眼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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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。一二三，应该拍得很漂亮，我看一下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哎。你们看，哎，其实不只是女生，男生也会需要这个，你看，而且不只有小小兵哦。前面全部都是，哇塞！从前面开始到最后面都是，全部都是，而且有不一样的卡通哦。这巷子你很难想象，它原本是鲜少有人会走的工业区小巷，经过社区发展协会请壁画师来彩绘后，取代的是游客笑声与居民对社区的认同，至今已经吸引7万名游客参观。130公尺的墙面上画满了壁画，全世界最热门最受欢迎的动画角色在这里一次跟你见面。看完超红巷弄，雨柔要带吴凤去会会内港的天下第一刀。哇嘞，这是啥呀？觉得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开始运动的时候没有体力嘛，对。但是你说运动的人现在要吃饭，对，那休息一段时间，对，就可以开始嘛。当然，所以现在赶快福利挺身，预备。OK， 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几个，二一，一直做到没力为止。哎，下去下去，啊，再来再来再来，还可以吗？还是不行哦，好像有问题吧？为什么？力量不够啊！我知道了。
吓一跳啊！真的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因为你还吃不够多。吃吗？吃这么多？你还没有足够的体力，不然我们再吃一点点东西好了。我带你去。好的。好，走。天下第一刀。对，就是天下第一刀。哪里第一刀？刚刚你说我们要吃美食，你现在想要卖给我这个刀子，因为跟他合作，对不对？要赚我的钱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啦。我说天下第一刀，不是说我们要来买菜刀啦，是说好这个老板娘的刀很厉害的意思。天下第一刀切出来的美食，错过你就不知有多美味啦。什么烟火能端上桌品尝？两个大概这样子，真的。我也很喜欢海老弟。不要动我！颜值哎，从上面淋下去。哎，电影是啊，西瓜他帮你挖一球一球的。你说这个黄色是西瓜？甜加酸之后，你就不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牛怎么这么酸呐？超级好吃，鱼肉这个超级好吃。夏日冰品拼创意，就爱给你颜色瞧瞧。我说天下第一刀，不是说我们要来买菜刀啦，是说好这个老板娘刀很厉害的意思。看里面，好吗？好给你喝。这是小米。恭喜，我北切。啊。黑白切。黑白切是这个样子吗？对。哎呦。感觉很复古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复古。哎，好给。其实哦，看起来是很不一样，但是刚刚哦。比如说你的刀子哦很厉害啊，现在我看不出来你的刀子哪里厉害，随便看你要吃什么点一点，然后老板娘切给你看，我随便点一个。好，我一再看这个菜头粿哦，不是菜头粿，还是金丸。对啊，菜头粿啊，金丸金丸，嗯，不是它跟菜头粿又差不多一样，它是用鱼浆还有肉做的。这个要这个要切一下，因为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配合，然后看起来是非常的丰富，真的这样哦。你切什么，我就吃什么；你切是筷子，我就吃筷子。这间70年老店只卖黑白切，将近20种的切料，完全手工制作，都是自己采买，所以每天早上就可以看到老板娘忙进忙出的整料备料。天下第一刀其实是客人的称谓，切法是一刀一刀的慢切型，而不是像一般快手。据说店内的特殊蘸酱才是整盘黑白切的重要灵魂，有多厉害？来品尝看看。好久哦。来了啦，来了啦！哎，我跟你讲哦，哎，这个是老板自己特调的 sauce， 你看，你看，瓦萨比，还有他们的这个酱油，再加这个酸豆，你看，哦，好香！哦，好香哦，这边都闻到味道了。OK， 先吃一个，分尝好了。好，分尝。好，我要吃比较多 sauce 点，我喜欢重口味的。酱好厉害哦！对吗？他刚刚不是有加那个蒜头吗？可是啊，因为跟酱油刀混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点蒜头的那个呛，可是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很辣。哦，酱菜，超级好吃，稍微有一点点辣辣的，但是那个辣是瓦萨比的辣，当然蘸酱本来就是。还蛮颠的，还蛮就是结实，掉下去一起弄，哦，完全加分的效果，很好。来，下一个你选。金丸。来，哦，那个。就是刚刚说用鱼浆跟肉末去做的这个。你又怎么了？不是，哪里瓦萨比酱多了？谁知道的？到时候我上面带酱，完全不是辣，非常的新鲜。这里面的鱼浆很明显，咬下去软，而且呢，非常的入味。你在咬的每一口下面，还是可以咬到肉的感觉。其实我看过黑白切，也介绍过，但是在台湾，我第一次我自己觉得，
这里是我在台湾吃过最不一样、最好吃的黑白切，而且也最道地、最道地的。粉肠是店家自己做的，所以颜色比一般坊间的淡了些，不过吃起来少了粉肠常有的味道及松散的口感，却多了点扎实。群丸看似萝卜糕，鱼浆味却很重，是老板自己研发的，两个可都是店里的招牌。再搭配的酱油膏、蒜头酱、醋、瓦萨米混合而成的蘸酱更是加分。吃货的雨柔这样还不满足，为了要吃西瓜居然跟老吴吵起来了。西瓜哎，有什么好吵的？天气很热，我想要吃冰。天气好热，我要吃西瓜。我要吃冰。我要吃西瓜。我要吃冰。西瓜。冰啊！我要压过他。噔噔噔噔，14块！我有头衔，我许愿比你厉害。我要吃西瓜。我要吃冰。好啊，打完我就让你吃冰。投下去，拿着这个投的话，那个我的老婆会把我丢掉。不然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找一个中间值，就是我们找一个有冰有西瓜的。没有这个东西，一定要选你哥。你不找你怎么知道没有嘛？没有啊。你怎么知道没有？国外没有啊。那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把那个卡给我。好，这个太太的我就给你啊。好，如果我找到他给我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我说老吴啊，你赌注一定要这么大吗？早就有在看播出的哦，一再养了你。是说这间店可是下午茶人气店家，在这里用餐好有日本的 feel， 吸引不少女性客人喜爱。紧接着要登场的，这是看到鬼了吗？こんにちはです。将军，你好。海鲜，好。将军等很久了吗？来，我们日本的东西。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太近了，我没有办法动。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，将军？大概这样子，等一下。太好了，好了啦。哎，恢复正常。你以为我是日本人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看我骗到你呀、啊。厉害了，观众朋友，你们以为我是日本人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告诉你。好棒啊！好棒，好棒，好聪明啊！Oh my god, thank you! 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冰耶，这个怎么弄啊？我是将军。那将军是吗？对。要喂你吗？对啊。好啊，那可是应该有个做法吧？你看这个什么？柠檬味。柠檬味，柠檬原汁哎。那你喜欢加柠檬吗？嗯，从上面淋下去。可以啊。哦，这样子。变颜色啊！那刚刚的颜色是，就是比较紫色，现在比较亮的。你看，因为它上面啊有淋了很多蔬果的原汁，然后它就会起一些变化，就碰到以后它会变色。天哪，哇！台湾人会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是从日本过来的哦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刚刚说如果找到有冰又有西瓜的话，你要怎样？我就是让你刷很多信用卡、啊，你以为我们日本人很小气吗？你，阿内啊！骗人了。吴凤这个赖皮鬼，不过我们也不想你回去要跪算盘啦。这每天限量20个的西瓜造型花火冰很有趣，创意来自日本。西瓜挖空后填入一粒粒的果球，再用冰堆叠成富士山的形状，淋上新鲜的蔬菜丝，加上独特的柚蜜酱，吃之前淋上柠檬，经过酸碱中和就会变成桃红色，太神奇了，真像在看一场烟火秀啊。哇，好大一口，好大一口，哇，好漂亮哦。等一下，它让我们淋了柠檬，可是它又有淋那个蔬果的原汁，所以甜加酸之后，你就不会觉得说，哦，柠檬怎么这么酸呐、啊？它西瓜肉是冰的耶，里面有西瓜？嗯，我以为只有一个，我真的渴哎。这个是西瓜，它帮你挖一球球的了。你说这个黄色是西瓜？小玉西瓜。特别哦。超级好吃，因为我这个超级好吃，这个跟台湾的刷饼类似，有点像，但是刷饼是还蛮甜的，对不对？
这个是不甜哦，它上面的那些的冰啊，然后它的寿司加的东西不甜哦，完完全全就是那个一个天然的西瓜。你们看这边是跟我光头一样凉凉的，吞下去。嗯，哎呀，那个柠檬，哦，真的，那个柠檬，我跟你讲，我看我是一个日本女生，真的我掉头发，真的我掉头发，是。刘雨柔得分，不过这个夏季限定的富士山花火冰完完全全打中很多的心，味道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。吃不到限量版的西瓜造型花火冰也没关系，有一般的花火冰可以选择，淋酱也可以自己 DIY 哦。下一道冰品据说一天可以卖出100杯哦，好吃哦。来来来来，还有留一点味，还有哇哦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是将军的眼泪。你的眼泪？哎，我的眼泪。你没有眼泪啊？对啊，所以多难能可贵，抹茶才是招牌。哇塞，抹茶冰淇淋吗？对。天哪！我赶快来吃吃看。哇，你看这个衣服都做得好大气。你以为你是那个男生在那边加广告，你广告 OK？饼干加这个抹茶冰，然后旁边有分。对，然后就这样一口。一口嘛哈，抹茶如果是一个好的抹茶的话，你要吃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就是这样子，一点点苦苦，一点点，然后呢，吞下去的时候稍微有点点回甘回甘，它就是完完全全的抹茶，而且这种抹茶不是很便宜哦。你以为饼干就没了吗？我们再往更下面挖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哎呦。它有一些红豆啊，什么芋圆啊，然后还有那个芋泥脆片，而且你会发现哦，你吃进去之后，你会有咬到那种软软小汤圆的那种口感，然后接着有芋泥脆片，你会乖乖乖乖乖。但重点是那个红豆啊，其实一放到嘴巴里面，它就有点开始化掉，就有红豆的香味，再搭配那个抹茶，它自己会在嘴巴里面化开，一整口口感满分。满分的抹茶冰，抹茶粉选自京都有500年历史的抹茶园，但是会叫将军的眼泪，是因为创始人是将军的御用茶师，店家逗趣取名，好吃到连将军都会流眼泪，但是我吃不到，我也默默的流泪了啦。除了吃冰，店里还有茶道教室，可以边学习边喝抹茶哦。吃完冰品，紧接着雨柔要带吴峰洗三温暖，那么好哦。No way！ 就是这个。Oh my god！ 麻辣火锅，刘小姐，高雄，八月，日，有啦。这会让我很红吗？它会让你，它现在不红吗？但它不红，你等一下才会变红。我们进去，进去。啊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最近还好吗？很好。我现在带新朋友一起来这里吃，有他一直不相信说夏天应该要吃麻辣火锅。其实麻辣火锅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啊。对，是吗？真的真的。不要理他，你先带我去找位置。好好，那我们先回。所以今天2位吗？对，这边请。没有关系，包容自己的方式。OK。求知欲超强的吴凤到底用了什么方式，让雨柔都担心起来了？霸气成鲜味，怒吃一锅才过瘾。天哪，这个龙虾怎么弄？炖龙虾。你看这个颜色，太肥了啦，它就是软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它真的它超强的。而且哦，我说他们的海鲜配他们汤底真的好厉害。新鲜的食材，它本身该有什么样的风味，它就保留自己什么样的风味。晋级的海鲜，独家的汤头，海鲜该有的鲜甜，汤头该有的香醇，完全不冲突的在你口中呈现，太强大啦！谁说夏天没人吃麻辣锅的？那你就错了，店内满满都是人，全都是冲着这麻辣汤底来的。到底这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好奇心满点的吴凤决定变装直冲厨房一探究竟，这招实在让人有点担心呐。来了，亲爱的，快帮我捞一下麻辣汤。来了，来了。
麻辣什么？麻辣汤。哎，对。那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麻辣药包。啊。这个汁要把它滤干，因为里面都是精华。这差不多的吗？差不多了。这个好的吧？没有。好，我可以让你下哦。哦，你去看那边，好像那边的，你看那边，好香哎！哇，这个好香哎！爸，哦，师傅，哎，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，比较偏咖啡色呢？你看。啊，你是新来的，不要问那么多问题啊！你去那边切肉，帮我去那边切肉啊！好了，去，好，再见。哈哈，师傅你好。哎，hey, 你好。哎，好像我要学什么切肉，在这里吗？哎，肉区是在这边。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这块无骨牛小排。我可以跟你这样吗？哎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但它还没有处理完，它要去筋去膜才能使用。我可以跟你下。你看那边好像有人不工作啊。啊，你想干嘛？啊，放回去。那这块肉的话，是我们店内最高级的原块肉。你们会用火锅会用这么高级的肉？对，而且它不能用机切哦，一切就坏掉。是的，这厚切无骨牛小排可是手工切的，切成较厚的厚度，口感更加扎实。大骨汤是采用鸡汉骨的大骨熬煮，搭配已经传承超过50年的秘方，汤的颜色清澈，味道和市面上常见的乳白色大骨汤不同。吴峰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赶紧上桌，不然要被宇楼嗑光了。雨露，跟你讲啊，他们的食材哦，一绝都是最新鲜的，我自己看到，亲眼看到的哦。Hello， 我的妈呀，天哪，已经变这么多！哇塞！你误在这里，我误在这里啊！什么人？安格斯羊肉怎么这么好吃啊？不一样哦。哦，很好吃，安古斯牛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很好吃，是不是很嫩？非常嫩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吃进去啊，马上就可以化掉了。我现在在吃的时候，自己就是感受到它是那个本身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原汁原味的那个牛肉的那个香味。刚刚我吃牛肉的时候，一点点，稍微一点点的那种麻辣火锅的味道，可是没有辣到会不舒服，一直这样没有。没错，和市场上强调要很辣很麻的麻辣锅完全不同，汤是直接可以喝的，强调健康取向。牛小排因为切成较厚，容易吸附汤汁，牛肉的鲜甜味也更加明显。下锅蒜至7分熟最好吃。接下来，嘿嘿，晋级的海鲜锅要上场喽！要这么多，重头戏在那里。你这个还有哎，这还没有吃的呗。那这个怎么处理呢？不，我们来把它煮一下好了。好啊。天哪，这个龙虾什么龙？波士顿龙虾。天哪 ！Yes。哇哦，龙虾。对啊。你看这个，哇！好大哦。哎，你看这个里面的肉，刚刚吃的蛤蟆样。哇，好大一个哦！哎呀！我受不了你家的矮个子！加！流口水了。先感觉到的是那个一个 Q 的，你知道吗 ？Q， 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分支。哇哦，关键时刻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在这里，看。有。漂亮，你们看这个肉里面哦。好美哦，你看。看这个颜色。太色了啦，它真的是非常的新鲜。Oh my god！好有口感哦！我在台湾吃了这么多的龙虾，大部分我们知道的龙虾都是结实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那个叫咬劲的那种 Q， 它就是软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它真的太超强了，而且哦，我说他们的海鲜配他们的汤底真的好厉害。新鲜的食材，它本身该有什么样的风味，它就保留自己什么样的风味，超强了。
你看看这谁受得了，我都想杀过去吃了。不过想吃可是要提前两天预定，因为全都是渔港现抓的，不新鲜不卖呀。除了海鲜必尝，这里的独家手工食材也是不能错过的。吃成这样还不过瘾吗？雨柔，像是香菇鲜肉云吞跟干贝鲜肉滑，以及香嫩人参去骨鸡腿肉，都是不能错过的。最后一道宵夜美食竟然是吃，好了，我现在要带你去吃一家很厉害的宵夜。吃什么东西呢？在前面，我带你去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哪一个？就是那家。那个是美食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好吃哎、欸，很爱吃。太奇怪了，高雄宵夜真让人吃惊，居然超多人光顾。宵夜吃到变早餐，再玩也甘愿。看起来就是空肉饭呢、啊。一般我们在吃这种猪脚肉的时候啊，我们都很害怕太干。可是你有发现这个瘦肉咬下去之后，它其实不会很干，而且你一咬它就烂了。也太嫩了吧！所以有的人会为了它哦，愿意走到五点起来当早餐来吃。堪称五星级的宵夜美食，让人不睡也要吃到，还没营业前就有人去拿号码牌，到底有多美味，广告后告诉你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带你去吃一家很厉害的宵夜场。吃什么东西呢？在前面，我带你去。我看一下，哪一个？就是那家。哇哇，干嘛？老啊，那个是美食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好吃哎、欸！不会是谁？观众不要看，台湾人会吃这个吗？很爱吃。请你问大家，这个快递人，大哥你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哦。你好，到底你们在这里吃什么？麻婆饭。麻婆饭。对。他托本听不懂啊，听不懂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问老板。他托本就是鬼故饭啊。可是上面写的老二那个东西跟烤那个是名字，下面还有三个字叫腿裤饭。陶哥你好，不好意思哦，刚刚问在地的朋友，他的鱼肉说卡托本，卡托本是什么？腿裤饭就是猪大腿的肉，猪大腿的肉。哎，猪大腿的肉。哎，这个哦，高雄的名字哦，就是美食的名字，真的让我们阿豆哥真的跳不哎。原来这间店卖的就是腿裤饭，腿裤指的就是猪大腿的部位。整锅的卤腿裤可是从早上7点多就开始处理，慢工出细活才能卤出好味道。据说新鲜的红甘蔗可是卤肉好吃的秘密武器哦。生意好到开门前就有人先去拿号码牌等候了。看店里高朋满座，就知道这腿裤饭的威力有多厉害。不多说，因为好料已经上桌啦。来，你在这里工作吗？打工吗？哎，你这么可爱呀、啊！你吓坏他了。对呀，你这么可爱，他也是在地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吧？那你不觉得我看起来很像一个小女娃吗？哈哈，有一点好像不太像的样子，像很像。哎，鱼肉，来，我们先了解这个。腿裤饭来了。哎，可是这个哦。看起来就是空肉饭呢、啊。其实差不多，因为就是也是都是在猪脚的一个部分啦。OK， 先吃那个饭跟油炸东西。不，萝卜饭，好吃。而且是一点点的，它放一点点就过了。好香哦 ！Oh my god！ 你是吃哦？也太嫩了吧！一般我们在吃这种猪脚肉的时候啊，我们都很害怕太干。可是你有发现这个瘦肉咬下去之后，它其实不会很干，而且你一咬它就烂了。如果它是。比较干的话，现在是差不多晚上9点了。我们看这个，生意这么好，如果它比较重口味的话，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啊。我跟你讲，它就是没
没有口味很重，而且呢，它一直都很多人来排队来买来吃，所以有的人会为了它哦，愿意早上五点起来当早餐来吃。凌晨五点，他起床为了这个。对。小小一碗腿裤饭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，据说腿裤肉有先下油锅炸到表皮酥脆，再放入大锅里慢火炖煮，所以皮吃起来 QQ 的，胶质丰富，吃完一块嘴唇都还黏糊糊的，店里的石目鱼肠跟蚵蛋也是不能错过的哦，瞧两位一口接一口都不想停啊。暑假末班车还没跟上的，赶快加紧脚步喽！趁最后的空档，来趟高雄之旅吧！我们精选好吃又好玩的景点，保证为你暑假添上一笔丰富的色彩。还等什么？收拾行李出发喽！广播。